我们的张一兴。嗨，你好。Hello， 你好，我是玉宇，很高兴跟我们打个招呼吧。哎，大家好，我是张一兴。非常正式，大家好，我是张一兴。那先我们先坐好。那刚刚看完秀有什么感受？看完秀感觉这一次 Valentino 想要通过这个秀传达一个传递一种希望的能量，希望的力量。我觉得 PP 真的了不起。了不起啊？为什么了不起啊？我觉得他的不管是他在音乐的选择，包括他在整体氛围的布置，包括就好像他在做一场这个实际在 real life 的这个怎么讲，这个一场电影。对，所以我觉得不管是他的设计也好，还是他的整个这个秀也好，我觉得真的是太棒了。我一直录了很多东西，我一会儿可以发给 PP 跟他说嘛，跟他交流。哇，这次恭喜他，看到对看到了那个特别多好的，不管是男士女士的衣服，而且这是Valentino第一次的男女合并做这样走秀，而且是我们在云观看嘛。对啊，这个我也想问你，就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因为我看到你有看过很多次现场去看秀，那这次就是我们在这个线下，然后我们是云观看秀，然后有什么样不一样的特别的感受？我希望大家可以多举办一些这种云看秀这种活动啊。哦，蛮喜欢的。对啊，首先大家也不那么挤啊。哦，不那么挤啊。不那么挤，然后。再一个我们其实在看的时候怎么讲，这个因为毕竟有时候我们要看秀的话要飞很远的距离去看，那这次可以在就在国内也可以通过这样的显示大屏幕能够看到这样的秀，我觉得真的还蛮有意思的。而且这个秀的这个 camera director 他们对于这个整个想给大家传达的那个表达的东西，他其实也抓得还蛮棒的，就全方位的跟大家呈现了。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amazing 的秀，挺蛮好的。对，很喜欢，非常喜欢，非常喜欢。好的，那我们聊聊秀以后，我今天看到你穿了一身黑，然后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穿搭吗？这个就是来自于 Valentino 的 Love Language。哦，其实听起来就很浪漫，对不对？对，非常浪漫的这样一套服饰。它其实虽然是看的是黑的，其实它有很多 detail 在里面。对，我有看到，就是近看是侧边是有一个开口的设计。这个东西还要 detail 的话，你们可以去到这个衣服，应该现在是能有了吧？应该是有在线下买吧？对，还没上。赶快，我上了以后大家可以。可以赶快去购买，对吗？我还看到一颗非常漂亮的黑色的别针，对对，也是特意去搭配的，对不对？没有错，没有错。今天的一个小心机，有吗？小视频。那我们聊完你的穿搭，就特别想问一个有点就是替粉丝问的问题。那粉丝什么样的穿搭，然后会引起你的注意？我的粉丝。只要在我旁边应该就会引起我的注意吧。哇，真的吗？那我今天可以假装就是哎小迷妹引起一下你的注意，可以吗？谢谢那对，然后我们讲说今天看完了整场秀，然后我之前就听说看过你的采访，你说其实某丁元素对你来说是就是你非常印象深刻也很喜欢的一个。对，那是第一次跟 Valentino 结缘之前，还没有跟 Valentino 结缘之前，我就因为他的铆钉的那双鞋，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好像那个铆钉是彩色的铆钉嘛，然后那是一双鞋，某一双鞋吧，然后看到这个品牌，然后去到那个店里去想要购买那双鞋，因为没有尺码，然后到后面没得货了、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其实对我来说就没买到，对，包括他的那个后面有一个铆钉那件非常简约的那种设计的那个 T， 黑 T 跟白 T 的那个，我觉得哇，这个还蛮酷的。然后到后面看，他们的包包啊，包括他们的一些单品啊，就是一般都会蛮吸引我的。包括这次，他们不是这个秀，这个秀之前的这个七夕那个款，我觉得也蛮有设计感，也蛮好看。那今天看完整场秀以后，有觉得有什么新的元素，就是让你眼前一亮吗？其实我觉得就是这次 PP 它大量的用比较艳丽的颜色去传递一种就是希望的力量，这是我在整个秀里面读到的。我觉得这个非常不简单。我觉得 PP 它做的所有的设计也好，还是它的概念或者想法也好，它一定是看似是这样，但是他深层在传达一种他对于未来的展望跟希望，这是我觉得非常 respect 佩服他的地方。那就是 PP， 其实我觉得可以看得出来，他为这场秀就是背后付出了很多的准备和努力。那我就想探听一下，就是最近有没有在为自己的新歌发布做准备？
最近新歌？对，我最近在拍戏。最近在拍戏啊？没有什么新歌吗？要上吗？一直在尝试在做，但是可能稍微会慢一点吧，慢一点，对。稍微会慢一点。对，因为现在好像感觉某一方面效率高了以后，某一方面效率就低了。效率就低嘛。那拍戏要不要跟我们小透露一点什么？有没有什么可以跟我们透露的？透露就是刚刚完成了一部正午阳光的戏，叫做《落花时节》，是跟雷佳音跟袁泉姐一起演的，还有很多前辈老师们一起。OK， 所以我们期待一下，很快会上映吗？哦，是简川河导演的作品。哇，这大家真的要隆重的期待一下。好，那我们希望就是拍完了新剧可以赶快准备一下新歌，是不是？希望可以。期待你有新歌吧。希望可以，好。好，谢谢，谢谢张欣，谢谢。拜拜，拜拜，辛苦了，不客气，哎呀，我是真的不辛苦，而且。